我是爱你爱你爱到底是缘痴痴的男主汉，曾与男团911合唱网络神曲《痴情男子汉》，创下 YouTube 千万点阅率的 Under Lover 团员瑞儿，周末在西门町与洋葱再度合体开唱，嗨翻全场。与歌手杨林合组的 Under Lover 地下情人成军五年，直到今年年初才推出首张专辑。这回公开热唱，也特别感谢歌迷一路相挺。我们从五年前五六年前就开始做音乐，然后到今天这样有一张专辑了，所以在大河岸这样办一个小型的类似小型的音乐会给大家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，然后也希望呢未来大家还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。很高兴大家今天有来，然后也是看一堆不是一堆啊，是脸孔都是熟面孔跟生面孔，没关系，以后都常来好不好。尽管 Under Lover 与911在网络上各有拥护者，但丝毫不减两团的好交情。除了合作推出新歌，洋葱也公开线上祝福，顺带炫耀一下911的超人气。哦，很高兴从第一首那时候我们在跟911合作的《痴情男子汉》到现在的《痴情玫瑰花》，然后也算是一种就是我们音乐上的转变。专辑一定要大卖，然后那个粉专的人数一定要比911的高，这样我就很开心了。哇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这才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本专的人数还低我们一半呢，有点搞怪，有点俏皮，但唱功了得。Under Lover 从网络出道，持续累积人气，主打歌再搭配偶像剧行销，抢攻新世代歌迷，期盼在不景气的唱片市场杀出自己的路。中央社记者简玉琪、洪黄军台北采访报道。